我们的课程目标可以把它 summarize 变成两项。第一个，我们希望学生在修过这门课以后，他能够独立的来进行一个品质改善的一个专案。OK， 使用填口方法来进行一个品质改善的一个专案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希望学生有能力在修完这门课的以后呢，有能力去 study 一个别人的一个品质改善的一个 case， OK， 使用填口方法的一个 case， OK。